蛤蟆给伊包一下，恁阿姨托恁嘛等一下，恁嘛有甲因包一下，甲因明仔日咱包返来五百零个。今日伫后斗，恁包包啥四百几包的物件，恁嘛一寡时间互伊一下，莫爱甲看。你啥物食太多的？太多，你要食莫三百五花这，你一下两包我就好啦。一支鸡腿，阿姐，我先甲你请教一下，你甲我买遐久啊？我这支鸡腿好食无？你甲我观众斗推销一下，好食无？我袂甲你骗，这种老主顾啊。这支鸡腿无滚，还有一个柠檬的香气。你若要吃，快来花三百，二号五来，两百来，四支给你，五支给你，我来讲，所有客气的，我加一支，我加两支给你，我加三支。你会当直接问我阿姊，看我这两物件敢是八支卖两百？今仔我讲互你听，这两支我送你的，十支给你，中秋节快乐，两百来。成功。今仔你欢喜一下，我去两支给你，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六支、八支，我来讲今仔全部加两支，两百了。够要来无？两百。成功。袂晓嘛，就完毕了。哎，哎，暗过要爱处理脖子。来，你有买物件手来个？啊，其他拢一个足大个。你只要所有你今仔只要有甲我消费的人，就等下去遐买两粒巴拉汤去食。你看你有三粒，迄大粒的，你若要走，就走去买两粒嘛，拢伫遐。我讲叫人叫你遐买来，家己去办。两百上面来两百。两包。那我食鸡腿的话，这我来讲的，我阿姊伫遐真正我拢袂白去，我今日加两斤，我是真正要祝恁中秋节快乐。你甲我包动个，两百够买来无？两百。拢无贵啦，要煎要烘拢会使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买袂过试食，一百来啦。包一个。包一个。一个一百块钱我嘛做好食啦，我袂甲你骗啦。来一百来哦。骗你一百块啦，你遐只鸡腿大只，无贵个，你唔一百，你唔要偷钱啦。你买来一百，来来多一个，一个一个，来最后我一个一百，来几样，有滴几样，几样冇弄掉啊，几样冇弄掉啊，我带我带，你那马上支持，大哥谢谢啊，最后一个无我一百双，啊，伊只鸡腿你一百块好无？你其他先足胖的拢无贵啦，你家己饲鸡，你看你无歹运，恁娘要招鸡腿可以倒饲鸡。你俩呢？来，你俩讲要卖鸡，我叫你饲鸡。啊，这真正气煞你啊！你上面吃肉只只大只啊，下面吃五百来啊。大概搞点服务了。哎，大概搞点服务哦。一百五百，两百五百，三百五百，四百五百，五百五百，六百五百，七百五百，八百五百，九百、十百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上千加一个大尾巴只啦，三百块啦。来三百。我只来赚嘞，这两尾巴上面十二尾哩，来三百块上面只来八只啦。三百。有哪要赚嘞无？这八只上班，爱家己抬三，我来讲这八只足简单抬，啊美女要来三百块对无？八只要过两尾来无？三百。三百。八只要过两尾赚嘞无？一尾沙发，两尾沙发，三尾有哩，四尾有哩，五尾有哩，六尾有哩，七尾有哩，八尾有哩，九尾有哩，十尾有哩，十一尾有哩，十二尾有哩，搁一个人坐沙发上面啊。沙发。三百哦。这大只太好吃了，这大尾的。够了没有？美女，这里全部都给你，三百块，这个少。我来讲，肉只你无买两个，你试食看卖两百了，卖买三百。我无给三百，你买两百了，大只啊！这肉只还算足大只的哦，两百三百只啊！试食过来，试食过来，试食过来，已经有冒火了，等一下，两百三百只啊！两百，你变冒火了吗？等一下，医生已经冒火了，伊虚动啊！来，你看嘞，你看嘞啦，看我只啦，试食过来，试食过来，试食过来。以前我讲完了，你卖记名就不想记住，好不好？你用一摆机会，啊，这装，哎、欸，这是偌济？无啊，无啊。这若正常买是要买四百啊，啊，我来讲这全部拢给你，三百启动。三百了。拢给你。无啦，到了你有买来无？安尼好，你拢我去结账，再送你两本，来三百块，拢我结账，一人再送两支，因为是第一个买的，第一个买这个少，你第一个买再送两支，他也送两支，啊。来，你下张装包，我给不？下张装包，用台下这个。你用台下这个，大爷那边冒火了，上面蛤蟆进来，直接。大爷，我直接你要进来这个，对，卖不起。要买对啊。我要，我只要买冷冻库的，太细了。那边冒吗？大爷，这里美女没冒。来，下张装包弄来。
迄个客官咯，真笑个，迄个客官咯，拍底真快个，到顶头拼了。好，我全部拢无，我最后剩这尔，我最后剩这尔拢没有了。哦，拢无啊，剩赤章尔，这上贵的鱼啊，赤章应该无人唔知吧？来，要吃的人给。我包了。我包。我包。好，谢谢美女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这个几斤啊？等下姐，这个菜多少？无啦，我袂抬鱼啊啦，你袂抬鱼啊，因为我这火力咁大啊，啊，无你抬鱼啊，咱上鱼菜都啊，人袂当去抬鱼啊。美女，谢谢啊，拜拜。不做支持啦。主导定在这个，啊，这里要吃沙白鱼不？你唔好麻烦恁家可以吃沙白鱼的哦，恁家吃鸡俩，无可能去吃沙白鱼吼。啊，这好啊，最后一盘，下当买恁就过台，若无就收。下张应该无人唔知啊，你去菜市门口来一鱼俩，贵，足贵的。这个鱼也好吃，煎、炊、包括煮汤拢介介下面，爱吃卖1800，五包哦。五包。五百块，若要吃下张，爱落五百块。你若要吃好鱼啊，无，大你五包，咱吃久无看，你给五包，我去。阿姨，你五包，你五包，我话你欢喜啊，五包人。下张上面只有五包，下张到人唔知这个鱼啊，无。你若唔相信，你若今日无话买，人个你下趟我再去菜市啊，问我这下张是好啊，无。来五包上面只。我知啦，你要蛤蟆，我知你就是买五包，你五包什么包？五包，几百块鱼啊，几百块鱼。来五百上面吃了，五百，五百，几百过来，五百，那要吃赤山无？五百块，那要吃无？五百，几百块哩啊？几百块哩？几百块哩啊？几百过来，你莫搁考虑啊！赤山有够贵的啦，我无买好笑，这边盘这是赤山啦。我讲给你听啦，一个人个三四个，全部六个人给五百去啦。五百，这里啊，是不是？五百，注意听啊！你们只只搁扫你啊，只只搁你啊，无算本钱啊。七十块来，七十块来，来五块钱，你免阁花了，免阁等啦，五百块，收钱，收钱好啊。五百一个啊，三分，哎呀，来无，哪个无？我电话，我伫听，我甲你话到。最后一个无啊，五百块。最后一个无啊，五百块。你是买个台嘞？对啊，最好台，一个接一半左右。我一个五百三百无，五百三。大哥，你一个要三分哦。啊，你若要买五百，那会收钱。你若要去三分，我搁送你。干来你了，若无我别人无的。哪个对？我来。我这边好来。好，爽。来。来，蛤蟆姐，啊，干你冒了。小志，你蛤蟆有才好，一点点，我阿公别好分配了。蛤蟆。你过去那个接两个啊？好的。哎，还比较大。我是注意着事，不好开车。阿妈给钱去了没？阿妈，这二十块尔，无足济啊！大家莫计较，你莫计较，阿妈计较着。谢谢啊！来，你搬起来我卖卖。哎，我最后一盘鱼啊，好啊，我要歇睏啦。最后一盘卖卖山。哦，无搁破啊！啊，这赤章，哎，唔是啊，这袂赤章啊。这两块红衫，来你注意无？目睭有金无？有赤有熟无？四万无，目睭有金无？爱食阿妈，你加五百、400拢做唔免啦，三个加钱。要食金枪的人加我来讲啊，这无难，佫无饲啊，这条鱼也白上鱼啊。来先加钱，三百我了。三百哦。来，你先加钱，我即摆过你啊，不要头啊。全部三个人加，唔免五百，唔免400，三百上面一个三百。三百。有人要来无？金枪300块，要不要三百？帅哥，帅哥，我袂歇睏啊，加一摆佫上，三百了，给咱吃。最后一个三百。三百。最后一个三百，金枪。哎，对了，做货就是把这一尾都没吃，他们这个人会爆，这种是比较大只点的，150就好。不用，这个肉真的很大锅啊！你宝贝两倍多，这两倍给我美女哦，这两倍给我美女，这两倍给我阿姨。最后这位七十了，吴一大也走，七十。来七十。哎，大哥，我这边过你过十，我卖个20块。好，你的话可以的话可以，要送我张，你有总共三盒，三盒，三盒找八盒。哦，尾鱼塘没问题。尾鱼塘上面几啊？几包？包。来，你帮我给点，谢谢。来，收钱几包？尾鱼塘上面几啊？几包？我这里面冒呀，我就赶紧冒。八千，一包上来，来两块，
你滚！坐你车来啊！我跟小志你等下来吧。来等下。我包着你等下来，接王姐，等下就好看了。啊，东方馆你过边啊！啊，小志，你去买啊！你去买，你去，唔你去摸啊！我你阿顺啊！你怎样啊？你怎样摸？我打我，我打我。啊，这边摸下底啊！啊，这边开始啊，先来。下底啊！你那边啊？你要过几啊？别跌了，别。做乜嘢？边下未退吗？我未退过。后边都会打黄飞过。一包都未来咯。我一包都无哦。有啊，谢谢。好啊，始终好啊，始终啊，好啊，感谢你。你要摸吗？你要摸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随叫你来摸。哦，你等我一下，坐坐啦。哎，小志推出到底啊，伊是假意买摸的啊。我无见你等我用好。姐嘛，你啊，你其中那个木块就要淘起，要拍看。多谢谢啊，安姐，同庆快乐。金龙沙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小志刚刚有想啊，你来陪侬洗衫去无？来遐，讲完下讲，好啦，讲完下讲，来起来呀，继续上去啊。你搞处理几撮了？不行，好啦，处理了你就当休息。改天我再讲。